我们的世界由超过70亿人口的希望、梦想和贡献所建立而成，这一切成为了人们心灵和思想上的寄托。但是我们必须时刻防范一切的意料之外。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保护生命是顶级手套的使命。我们戴上一双手套，站上防护和保护生命的岗位。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商，客户遍布全球的各个国家。从1991年起步，如今我们已成为丁腈手套的全球领导者，也在橡胶手套和手术手套中名列第一。根据比例，全世界每4只橡胶手套中就有1只是顶级手套生产的。顶级手套注重产品创新，并有效率地生产更安全和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的手套加上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在全球挽救了无数的生命。2021年，我们将拥有12所研发中心，以推动创新，也计划打造一座全新的顶级手套创新园区。该设施预计于2022年竣工，并将成为我们的研发和生产卓越中心。它的设计概念为一个智能生产工厂，拥有数据分析、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和科技相关的工业4.0技术。该园区将为未来设施树立典范，透过产品与流程创新，大幅度地提高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些突破将有助于减少重复性的作业和劳工需求。我们所建立的电子商务网站也能让客户简单轻松地购买到顶级手套的各类产品。通过科技，顶级手套将会呈指数型增长。接着2020年，我们在4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并在9个国家设有分部。我们预计将增加400条生产线，并于2025年拥有1200条生产线。顶级手套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500亿只手套。2021年是顶级手套集团成立的第30周年。这些年，公司在商业道德、健康和安全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在2010年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套制造商。在顶级手套，我们坚信要以善为本，才能做好业务。我们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股东、员工、客户、生意伙伴，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中创造价值。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感恩。执行主席的哲学理念在过去的30年引导着我们。我们经历了很多蜕变，我们将继续寻求进步，不断改进。顶级手套放眼在2035年晋升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之一，成为一家引以为傲的跨国企业，为我们的相关利益者创造更多价值。我们是顶级手套，顶级品质，顶级效率，良好健康，安全第一，诚信至上。成功站在世界的顶端。
手套，我们的骄傲，品质好，可信赖及依靠，是我们一直维护的宗旨。在顶级手套集团公司，顶级手套是您的最佳选择。